跟我朋友吃饭，不知道吃哪一间餐厅。你们约哪里？约哪里？我怎么会知道约哪里啊？根本就没有人约我啊！我们约在信义区那边啊。信义区？哦，电影院那附近有一间不错的韩国料理，你们可以去吃。可是我们等一下没有要看电影哎，而且最近也没有好看的电影。我是智障，我绝对是智障。我应该随便说一部电影的，这样他还怎么约我啊？所以你平常是喜欢去新义区吗？我不太常去哎，而且我也不太喜欢逛街。这样啊？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我应该顺着回答他说，我好爱新义区的。哦，那你平常喜欢去哪里啊？你不喜欢逛街，又不喜欢看电影，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去哪。我不爱看电影，也不爱逛街。但是如果你约我，我哪里都会去啊。